啊，你要为什么方便？现在还有人用这个物理机是吧？它实际上并没有你想象中这么便宜。如果你真的是几百台，然后用一年之后，你会发现比物理机还贵。我物理机，我虽然买的时候贵，我只要不坏，我是不是可以用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、7年都能用？你这个是干嘛？每分每秒都在付钱，而且比如说数据量啊。我物理服务器，我一个硬盘，比如说我一个磁盘几个 T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上云了，几个 T 说就弄上云了。等有一天你说我想再下云，几个 T 说你怎么弄下来？几个 T 说你怎么弄下来？你几个 T 说句你弄上去简单，弄上去我告诉你，你弄上去，人家都免费帮你弄，是吧？你说我们公司2个 T 说句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我们给你拉条专线，免费给你拉条专线，免费拿硬盘去，拿硬盘去给你拷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说下来，然后我们公司不想用阿里云了，能不能帮我们把数据弄下来？不好意思，现在工程师作息忙，对不对？你想下来是吧？人家是不会帮你，但你要想上去，他妈你一开，人家开卡车不给你把整个机房拉走都行，对不对？就所以这个。你看这个升级干嘛的，对不对？只要性能不满足了，你也不用做高可用了，也不用做 MHA 了，也不用优化了，配置文件也不用想了，性能不满足就干，直接干嘛？直接升，对不对？存储空间不够，直接升，是不是？对，当然它这个也会迁移的，也会影响一定的数据啊。你看，数据迁移结束后立即切换，看到没有？还可以在可维护期间切换。2点到6点，迁移也不是你迁，也是他们迁，对不对？你就啥事都不用问了，对吧？这就是它的这个好处啊。你看，它还有备份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参数呀，什么东西都能看的。你看，还有专家服务，看到吗？对不对？你点这一个啊，你点进去啊，你点进去，你看还有什么优化呀、SQL 分析，看到吗？你点这个日志管理，什么慢日志、什么日志，你看全部都给你弄好了，只不过你看可能需要花钱。对，你看监控和报警，看到吗？你以前写的那些。跑开了那些东西，这边全部都给你弄好了。你看啊，对，这都有啊。你看引擎监控，你看 GPS 什么 InnoDB 缓存命中率啥的，都有吧？是不是？是吧？你看还有参数设置，你看全部都是怎么的？直接点点就行了，看到没有？对吧？所有参数都在这里，这就是阿里云默认的参数，看到吗？是不是？好，目前为止啊，数据库是不是也建好了？对吧？那2台这个数据库就不要了，数据库也弄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 PRP 我们还没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把这个 PRP 弄好，把它能连上这个数据库试一试啊。数据库也创建好了，我们还没下载这个啊，下载一个 WordPress。好，WordPress 地址啊。这是配置文件，这配置文件，哎，那个配置文件啊，
主机名其实随意啊，稍微那么随意的。肯定有进步啊，没错啊。这里有几步啊，这里有几步没做的，也要更改一下啊。还有包括创建用户，哎，我把这个重新全部都重新做一下吧，然后直接发给大家。先创建用户。创建用户，然后安装 PHP， 那安装 PHP 大家做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剩下就是直接启动了。好，这几步啊。减压，啊，应该是在扣的工作。解压完之后，你把它给放到 code 模组下啊。然后授权一下。好，以大家目前的水平，这一步应该没问题吧？你解压完之后，是不是到这一步？是不是？好，你这几步也做了啊，就是更改这个用户这几步。好，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在这里应该可以直接打开了，试一下啊，找一下我的阿里云界面。竟然让我超时了，说的。
啊，这里应该是啊，是 called WordPress，对，没错。这时候你们点这个，如果你们一切正常的话，点这个应该会到这一步，对不对？你们点开这一步了吗？你把你们那个 default 可以给删掉啊，可以把这个 default 文件给删掉，把这个给删掉。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到这个页面了。你看，你们是不是到这个页面了？几个到了吗？点开始啊！用户名也是 WordPress，密码我的密码是 WORDPRESS1234566，对不对？这个密码就是你刚才创建的这个密码。好，主机地址啊，注意这里主机地址就变了，这里的主机地址就是你刚才这一长串的这个地址啊。这么慢。就这一串地址。主机地址这一块填这个，填这个，OK。当然，你们的主机地址应该写你们自己的啊，写这一块，写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。点提交，看这步是不是没有问题啊？然后点安装，这个就已经装完了。用户名 admin 必须要写。安装。安装完了，登录，登录，你看，这个时候，实际上就用阿里云做好了一个网站了，看到吧？你们这个步骤操作一下，好吧？其实步骤和你本地装一模一样。只不过数据库那一步省略了，OK 吧？你先操作一下啊。